第十一题，右图为阿义全家吃饭时的座位，水平桌面上有一张以桌面中心自由转动的圆盘，方便大家取菜。在圆盘上靠近阿义的位置有一茶壶，阿义以等速率转动圆盘半圈，使茶壶靠近爸爸。若圆盘转动过程中，茶壶与桌面中心的距离不变，当茶壶转到妈妈正前方时，其所受向心力指向下列何者？我们知道，所谓的向心力都是永远指向圆心的力量，所以当茶壶转到妈妈，指向圆心，就是指向姐姐的方向。所以第十一题问我们说，其所受向心力指向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姐姐。